月影星辉里面的月影免费体验活动今天正式开启，果然是跟之前的一样，三张图的体验权，最有意思的还得是冰川滑雪场。那这张图呢，全程加速带，这对于月影来说呢，这几乎是全程满血状态啊，稍微练一练可以做到氮气不会停。那月影诞生之前呢，猴子跑这张图基本可以至少快 A 车10秒，而现在呢，月影也是可以甩其他普通 A 车10秒了哈。除了猴子，就算是原级哈雷特来了都得跪下。那目前看到的是，月影跑这张图的最快成绩是比猴子的国服慢了 0.1 秒左右。后续呢，猴子在这张图估计会成为老二啊，毕竟月影的跑法还是有待提升的地方，而猴子的话相对来说提升就会少一点啊。然后大家体验这个月影呢是有专属能源送的，所以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，省一点是一点是吗？然后其他联赛 A 车如果你有的话，后续也可以免费领取月影的专属能源，特别是有新黄的玩家额外可以多领几个。这是暗示着什么？暗示我们新黄差劲，为了安慰我们多送几个吗？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3成折扣能源啥的，这个搞一辆联赛 A 车感觉好像也不是很难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平时那些送的免费能源呢一定要攒起来哈，攒到200-300个，等这些比较强的联赛车发布之后，然后再白嫖一些专属能源，基本上就可以搞一搞了啊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我们。